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珍宝海鲜集团的执行总厨黄仲仁。今天我想教大家怎么处理活螃蟹。首先把螃蟹反过来，在肚子中间砍上一刀，接着把绳子给切断，再来我们把壳给脱掉，这个是它的内脏，这个不能要的，挂干净。还有把钳子给砍了，接着把蟹钳砍成两段，再用刀拍一拍，煮的时候更加容易入味。最后我们把砍好的螃蟹用清水洗干净备用。